出咧會係一個湯圓嘅，咁我哋就會用咗一個嚟自北海道啦，一個土屋嘅一個昆布上燈昆布嚟嘅，配合咗一個 aging 咗嘅一個堅魚，咁另外呢度咧就會準備咗一啲堅魚乾，俾咁多位試一試。它會比較公平一點，所以呢當然師傅因為他已經好了，譬如有時候我們這些就都有一點流眼淚，因為它都會有一點，但如果真的是 wasabi 的 wasabi 和我們平時吃的那些，它那個口感沒有那麼辣，就是你會發覺有些人覺得，為什麼 wasabi 好像不辣，它是沒有那麼辣，新鮮磨出來的那些沒有那麼辣，但那個新鮮感是重很多的，你應該可以試一試。